主持人胡瓜和丁仁安两人的感情一直都不错。胡瓜还说呢，他喜欢制造惊喜逗对方开心。不过两人结婚以来迟迟没有爱的结晶，对此胡瓜表示他们一直都在努力，不过如果今年都还没有办法成功的话，他们就会考虑要人工受孕。胡瓜和丁柔安结婚以来一直希望能有爱的结晶，不过经过多次努力都还膝下无子。被问到有没有尝试过人工受孕，胡瓜表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崇尚自然。妇产科给他建议就是还没到那个警戒线，还是可以自然的。警戒线是什么时候？今年吧，大概今年。胡瓜表示和丁柔安已经到医院检查过，精子和卵子都没有任何问题，不过还是始终都没有办法成功制造爱的结晶。都没问题，他也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他只是他的人可能会比较虚寒一点。相恋多年，两人的感情还是相当甜蜜。被问到有没有秘诀，胡瓜透露会不时制造小惊喜，维持生活情趣，让两人的感情增添新鲜感，就像永远都在热恋期。刘报业记者台北报道。